务所没有带得特别好。哎，这边场上出现一些小插曲，阿尔德利是拿起了场边落下来的一个手机。这个申花的球迷往下扔手机，这个也太昂贵了吧。申花球迷表示非常有钱。最近呢，这个刚刚收到消息是山东鲁能完成了本个赛季最大的引援，就是贝克汉姆啊，是出任了鲁能集团的形象大使。现在看一下这次角球打到禁区里，第一点被防守队员顶向了后点，阿尔德利把球给救了回来。哦，这一下没有收脚，其实裁判还是掌握了有力，但是可以事后追加一个黄牌啊。没错，没错，事后主裁判是向犯规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。刚才这下球传出来了，塔尔德利还是